内容的层面会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啊精彩纷呈的内容。那2016年，优酷土豆集团会投入超过100亿的。各位会员朋友，把你们的手机拿出来啊！屏幕上出现的两个二维码，拿出你们的手机，现在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入你们抢红包的环节。好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朋友有多少朋友抢到红包的，抢到红包的同学朋友们举个手，我们看一看好不好？举手向我们致意。哦，不错不错，将近有一半以上的朋友抢到红包，啊，恭喜你们！这可能是今年开年带给大家的第一份礼物。如果没有抢到红包的朋友们也没关系，我们后面的环节还会有好几轮抢红包的这个流程。那你们还不是优酷会员的，趁着这点时间尽快加入优酷会员，希望你们在下一次抢红包的环节里头得到你们啊幸运的这个时长。好，再次谢谢向阳，谢谢。谢谢除了来自于合一集团的小伙伴们 special。又在哭马尾上的女孩，就算穿了高跟我还是需要低头看她。 Oh baby now 爱着你，爱就是爱，我无法控制黏着你啊。 Oh lady 请你答应我，就别再倔强，明明就很爱我吧。好了啦，快点快点，我认输，你美丽无法挡，看着你发呆一片空白，盼着盼着拼了命，就这么没出息，一直努力重演，每日每夜灵魂出窍，哦，没有理由爱你了。 I love you, I'm missing you, I'm missing you now, I'm loving you, yeah yeah.谢谢谢谢谢谢 Special， 也谢谢佩慈。来，我们请佩慈和 Special 的各位站到一起好不好？因为我们看到的现在的阵容就是我们终极一班四当中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异能，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超能力。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各位来介绍一下自己分别有什么不同常人的能力好吗？大家好，我是 Special 的洪镇。那我在这一次终极一班四里面饰演的是孤战。那孤战呢，他就是算是蛮悲情的一个角色了，做什么事都不顺利，但是他还是很努力的在为自己的人生奋斗。他的武器叫做猪狗不如强强棍，那就是一个超过180公分的棍子，那专门来打坏蛋和笨蛋。怎么听这个名字，这不像是一个很厉害的能力的样子。但是他是真的，每次拿出他的武器的时候，他都是真实的。哦，那个，因为他有相关的背景，所以他非常的厉害。好，我们要拭目以待了。来，我们有请第二位。哦，我是 Special 的明杰。那我应该是演这个终极一班二跟一班三，那就是花玲珑这个角色。那他就是一个很自恋的一个王子的角色，拿的武器是一个镜子。对，那在终极一般是不一定，有可能会串个场之类的，但是都还不一定。OK， 大家期待一下，来继续。Hello， 大家好，我是 Special 陈翔。那我是不属于这个时空的，所以希望有一天可以来这个时空表演一下。对，对，谢谢。好，
感觉他一讲话其他人都有话要说的样子。因为在这边解释一下，因为终极系列呢其实已经是10年的一个长寿的偶像剧，那我们里面有12个时空，我们的时空不是什么古代现代，我们是金银铜铁水什么什么什么，任何你们想得到的，如果大家可以愿意继续陪我们成长，我相信12个时空都会呈现在大家面前。那终极一班4是金时空，所以呢有4，所以有1、2、3。那我们这边众多演员其实大部分都参与了2部以上。那我在2、3饰演的是雷霆，那4里面的我呢有非常非常神秘的，就跟 Eve 一样神秘的身份，所以也是我自己算是突破自我演的最不像自己的一个角色，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终极一班4。那你也有超能力，能告诉我刚才 Eve 为什么知道我是放在哪首吗？让我算一下，我也不知道，我在下面看到我都惊呆了，他猜第三次的时候我都说让我上去，好厉害。对，好，来我们继续向大家介绍角色。大家好，我是 Special 的韦静，那我在终极一班四里面饰演的是纸哥这个角色，然后他就是一个比较乖乖的一个学生，呆萌的一个学生，但是他其实深藏不露。对对，他跟那个孤战是最好的朋友，但是因为孤战很好战，所以他一直在找寻一个强者，但其实就是身边的好朋友。你的武器非常的厉害。我的武器是一个盾牌，因为我是只守不攻的一个不好战的人这样子。大家到时候看到终极一班4上映的时候，如果看到片头会发现他的武器真的很厉害，我们这次结合了非常厉害的特效跟动画，他的武器那个翅膀一张开有荧幕这么大，哇，看起来他好像最厉害。期待值好高。来，我们最后一位。大家好，我是 Special Teddy。 那其实我跟陈翔是同一个时空，就我也不是他们这个时空，那我在另外一个时空里面饰演的是熊雅这个角色。好，那既然我们的 Special 和佩茨来到现场，而且终极一班也代表着热血青春嘛，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各位给我们摆一个战斗力爆棚的 pose 好不好？好，也可以代表自己各自的角色哈。来，我们要不要商量一下，不能只是很认真，很不能美美帅帅的哦，要代表自己的角色，有这个热血和战斗力的感觉，好吗？来商量一下，商量一下。来，3、2、1。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 fans 来到现场，我们也对着各位粉丝再次摆一下 pose， 好不好？也谢谢各位的支持，特别要告诉大家，终极一班4将会在暑期档正式和各位见面，敬请期待。OK， 好的，谢谢佩茨，谢谢 Special 的各位，谢谢大家，请回座。前期的技术工作，然后再围读剧本呢，再定妆，然后今天就把我拍过来。有请我们 Special 的各位成员，有请杜晓宇导演、曹东吴导演、李纯、范世奇，再次欢迎各位共同来到舞台。我们要谢谢大家在2016年将会携手为我们送上的这些非常精彩的内容。既然今天是2月2龙抬头嘛，对不对？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特别向大家公布了这么多我们优酷会员在未来一年将会有的福利，将会有的特权。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所有的嘉宾一起为我们比出2月2的手势，好不好？在很特别的一天，我们来进行很特别的这场发布会。对，一问一知道就打算。2月2龙抬头也意味着我们一年这个大地复苏啊，那所以说也是我们所有美好的开始。我们也期待着进入到2016年之后，我们的优酷会员能够看到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优酷会员的行业当中。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嘉宾，也感谢我们今天所有艺人朋友来到现场，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各位，请回座，谢谢。影响2016优酷。